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6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目前讨论度很高 UT 所推出的致敬到真人电影第三集 Megatron 造型的一款玩具。规避版权的关系呢，给它取名叫做亡命之徒啊，名字取得还不赖啊。那人物卡的话呢，是硬式电话卡的一个材质，那么这并不是最终的产品，那涂装可能会有所变化，那么也没有包装盒，那么附带的其他几个配件给各位看一下。我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这个手术刀，就是他身上那个小虫是不是啊？那我是没有把它剪开了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跟官方的SSL 级一样，它附带了一个这个头，那么舌头可以动，左右可以转，手脚也有一定的一个基本可动。那脸感觉是不是扁了一点啊？好像跟电影里头有一点点不太接近。那我们今天重点的话呢，放在玩具的本体。那我会从车型开始做一个解说。那由于网上的话呢，现在可能比较多车人变成车的一个影片，可能大家对它的变形的结构大概有个一知半解。那我今天为什么想要用车子把它变成人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可以加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这个玩具的结构，特别在变形方面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期待。那大家也知道先前有推出 AAT 有推出一款那个变形的话我看了我都怕，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去入那一款。那 UT 的玩具的话呢，由于先前的几个像是这个Gabazon 啊，或者是这个 Lockdown 啊，这些大家的期待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有一些小毛病，当然它也有它亮点的地方。那我第一个会在意的是它的一个变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不好变所幸它的变形确实并不是非常的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先讲车型好了，一个一个看这个链条的话呢，它附带，那一共它分成了四段，那我把它全部组合起来你怎么去披这个东西的话，就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你只要觉得它弄起来好看就行了。那这个布的话其实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块布的话呢，这个玩具可能分数要往下叠个更多顺便提一下我现在用的镜头是比较稍微广角一点，所以有时候会玩具或者是手脚在里头会有点变形比较厉害各位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块布呢一旦拿掉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片的这个部件是没有扣上去的，那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累赘，所以说这块布可以说是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隐蔽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从车头开始好了，不对，应该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15公分的尺这个玩具的车形态我再量一下，将近有50公分跟一个成年男性的小腿应该是差不多长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个尺寸。那它身上的几个特征，第一，大之外而且还很重，对不对？那么大还那么重，对不对？好有质感哦，是吧？那它的这个重量非常非常集中在这里这一块，那大概这一块左右呢，在人形的时候呢，会是收在肚子里头，所以这款玩具的重心几乎就是人形也好，车型也好，都会摆在中心的部分。那以车子的外形来说，只看车头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前面的尖刺非常有侵略性。相信呢，电影第三集他初登场的时候在非洲草原上，或者是到这个芝加哥的时候呢，都是从画面里头这样开出来我们都是先以这个画面这个尖刺进入我们的眼帘，所以它是非常具有它的代表性的。而且电影三的话算是我个人，当时我是电影二入坑嘛，所以三是我第一个期待去电影院看的。那当然第三集的这个 Megatron 是表现是比较凄惨一点被 OP 给秒杀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些涂装都是有一个旧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完全空白，当然这个他们说这个是并非最终的涂装配色，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那么它的一个车头前方还有一个保护的这个铁栏杆，那因为玩具已经做得很大，而且是第三方的话呢，就造型上是会做得比较不去妥协的。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门打开之后呢，驾驶座不能说，只能有吧，有两三分像吧，就有个形状，但是里头一样，是目前这款是没有涂装的。然后这个部件可以往内折下去，
焚出来。那这个比较细的这个部分啊，是金属的，所以比较安全。烟囱的话呢，就是可以伸缩拉长的。那前面这一块部件也是金属的啊。那么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哦，不对，不是盒子，拿来的时候，这个部分是要自己去做一个小组装的。那轮胎的涂装，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非常脏，非常旧啊。那轮胎的涂装会比本体要好上很多很多。然后我们来看到后面。后面的话呢，就有大量的结合卡钩，非常的多，很多很多。那要全部扣上呢，需要花一段的时间进行一个调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尾部的造型，虽然拼凑的时候感觉它很凌乱，但实际上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真的也是不难看的。那整个这个，我认为吧，在拼凑的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地方可能是。后面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要扣起来，我真的觉得是要花费有很大的力气的。那由于它的两只胳膊呢，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讲解一下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它的人形跟车型之间的一个转换。我们翻到底部来看，它的头啊就在这里，那么头部呢跟胸腹呢是完全没有去拆解到的，两手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么，由于两手的造型是不对称的，所以它的左侧跟右侧的变形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但基本呢也不会相差太多。那么人形这里沿着头、胸、肚子、裆部、腿就到这里了。也就是说呢，这款玩具的变形呢，跟 SS 的那一款，官方 SS 那一款的密卡登是一样的，都是腿变成车头。这个跟电影里头是不一样，电影里头变形的话呢，当然那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压缩啊，它是这个会变成身体，但这一款的话显然是不一样，是把头放到这，是把脚放到这个地方。那么滚动性各位可以看到了，我这样推，十个轮子在完全变形到位的时候呢，是可以全部去滚动到的。人的头呢虽然是摆在这里，但实际上。啊，推得到位的话呢，它是不会去影响到它的一个滚动性的，以及它的后面的这个油罐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可以去做一个转动的，你还是可以稍微去转一下。但转一下之后的话呢，可能就是公差会稍微有一点小变化，有些轮子可能会碰不到。当然，可能是我个人变形没有变到位还是怎么样。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以这个车型来说，就是很大很重。那。由于上方的地方呢过于的潦草，因此呢，我们还是把这一块布呢给盖上去啊。那么这个链子的话呢，就看你喜欢怎么样去做一个摆放。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啊。首先的话呢，这一块在电影里头呢一直被它拿掉又盖起来，拿掉又盖起来的这块裹尸布嘛，给拿掉。那我们变形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习惯的话呢，我们会先把它的手部给变出来。那手部的变形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先把这一带的几个地方呢给拆解开来。这个地方的话，先把它给打开。打开的话是方便我们去把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呢给松脱出来。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卡扣松脱。那这里的话呢，还有一个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把它给松脱开来。这个地方，当然它的一个底部也是有一个卡扣在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松开，看到吗？这个地方。手部的话呢，先把这个手给拉出来，然后呢，顺着它继续往后面放。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卡扣松开，以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说这个地方很难扣啊。其实你这样看好像很容易，其实它扣的时候呢，我觉得施力很不好施力啊，非常不好施力。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就先翻出来。好，我们先把这边这只手臂呢给翻出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这里有块部件，把它给翻出来。然后的话呢，手的话呢。朝这个角度啊，我们先把它给往上面，哎，翻出来到这边，啊，这个手的话呢，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非常帅气的右手就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把这几个部件的话呢，给往内折进啊，这个地方翻进来，这个地方，哎，不对，这个地方一个一个把它给折进去。那折的话呢，就是这样，我们把手的话呢，这里，应该是说呢，你看到什么就把它都给折进去就对了。这里先翻这样，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它这个东西怎么折，真的这完全是凭一个感觉，因为你大概就知道它的手长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样，手、胳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把它往上面翻过去，这一块部件要记得是要翻出来。好，先大概有个样子在这里。那这里要记得的就是呢，这个地方，这两个凸跟这两个凹要做一个结合，从这边把它给扣上。好了，那我们这只手的话呢，暂时就到这边。你只要知道它的手臂，那应该这样子变的话，应该各位会比较去了解到它的一个整个结构啊，相信你如果在辅助其他这些频道主们呢去做一个正变的影片的话呢，应该你会更加的理解这个玩具的一个结构。在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把它给松开啊，其实它扣的都非常好的。那我这里的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螺丝钉啊它有掉落，所以它这条部件有可能整个会掉下来。以我目前这一款是这样，那这里本来有个卡扣的，把它给松开，以及车子后面这个地方给松开。那因为我们前面掰开之后呢，它整个就已经就结构就被崩破坏掉了。这个地方的话呢，整只胳膊的话呢就可以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刚刚提过了，这个地方是可以转动的，把它转上来，转到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去接着后面的变形了。那这个手的话，这个地方记得给打开。那待会儿的话呢，我们先把手给拼起来好了。刚我们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个手啊，它的两手的一个变形是不对称的。这边这只手的变形呢比较小复杂一点，它的多了一个这个手是要收进小臂内侧，收进小臂内侧，转个角度给各位看，它是多了一个收进去。那这个时候就要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把它推出去。那手的话呢，就把它的这些部件通通都给收起来，到这边，这个部件全部回到一个定位。那这里，这个翻出去，这里有个锁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那么基本上的话呢，两只手在这边翻过来给各位看一下，应该是还蛮容易去理解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把它整个背后这个东西呢，全部的呢去收纳到它的一个肚子里头。接下来的变形的话呢，我们把后面这个地方给进行一个打开，这两片的一个球形关节在根部，先把它往旁边打开一些就可以了，把这整个部件呢给挑开来。挑开来之后呢，这个部件呢就可以进行一个翻折。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个卡扣啊，这个卡扣呢在这里，从这个地方，镜头根本没对到啊，这个玩具实在是太大了啊！从这个地方，这个锁扣把它给松开来，这个地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呢是腿部的侧边的一个夹轴，这样整个翻出来。这个呢是唯一会到它腿上的一块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这边也是一样，记得把它给翻出来，先推到一旁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几乎的话呢是把上面的整个油桶的这个部分呢跟本体胸口这个地方已经解开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直接还可以再翻到这一侧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肚子里头有一块这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来，来到它的这个后面这一块收进肚子里头。那这个中间的变形过程，就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就把它拉开就行了。还有这里有一块，这里啊这一块部件它是扣过来的，把它给解锁解开来。好，先解到这里，再来的话呢，整个的这一条就是油桶的正上方要把它折进它的肚子里头去。在那之前的话呢，它的侧边这里有一块部件往下翻出来，到这里，这里转下来，转到侧边，先到这里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一个翻折了先说一下这两片先扣上去好了。这里不是有两个凸吗？它要扣这两个洞，它这里是一定要扣上去的，扣上去。然后呢，其他这几个部件的话呢，其实就是一直的把它多重的折叠全部都折起来之后，两只手臂拿开来，然后呢就把它跟肚子的前方做一个结合。那这里的话呢，两片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开，然后往后翻下来。
我现在很想把它立起来，但是立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尖刺，我没有办法把它，没有办法把它立在一个正前方，做一个变形，大概就会变成这样子。好，各位看到这个地方，这一片部件，把它给扣进去，它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个地方。那我要提一下，就是说，它这里最重要的结合卡扣其实是这一块，这里有一个金属的一个凸，它其实是要卡进去这里。这个呢，你在人变成车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最难打开的，所以你在人变成车的时候呢，要上下有一个错位错开来，才能够把，应该是这个往下，不对，反正就是你要把它的这个前面往上，后面往下，把那个间距拉开，才能够一口气的呢把它给翻出来。那这个地方这一侧就还没有扣到这里，这里记得一定要挨上去才算变形完成。然后呢，后面的这一块部件，后面这块部件暂时先就往下推，推下来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后面这个部件，这个就是原本在车尾巴的这个部件，把它往上面抬起来，然后往后面扣下去，这个部件往上提，这两片部件往上提，然后呢就把它往下面盖下来。那这个盖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是有一个放在胸前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卡扣的话呢，其实并不是很难的啊，咔的一声就把它卡进去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这个地方这里凹凸做一个结合，扣上去。手臂的话呢，就暂时扣到位了。那最后这个头先往下一点，这两片部件翻开，然后往前面转下去到这边。那么呢，它的一个这里手部先把它变完好了，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先把它给压上去。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部件打开，然后这里翻折进来，翻折进来，从这个地方将它给扣上。看起来现在是整个人是破盖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把它拿起来一看的话呢，再把这个头啊稍微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上半身的变形呢，基本上呢也已经算是完成了啊。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目前的一个形态啊，各位应该可以更加的了解到说它的下半身啊会形成车头的部分。那手臂的话呢，这一块部件的话，在车型下它是这里有一个锁扣扣上去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把它转上来往上放啊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好像就算你不这么做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了啊，但是就是给各位提一下。两只胳膊的话呢啊已经算变形完成。那这个枪各位看到它是有一个很完美的收纳在这个卡扣里头，那你可以直接往上面抽起来，稍微晃一下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给解开来，开始我们这个下半身的一个变形。那我个人的建议吧，我们还是先把它的一个车，这个整个车头呢给做一个分开。开始它的身体变形之前的话呢，它有一个在油桶的情况下，有一个像是这个楼梯的这个部分，你把这个两腿呢给打开之后的话呢，才能够方便的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凸，跟这个地方把它给拼凑起来，它完全就是一个是一个臀部的一个造型。最后的车头拆解成腿呢，其实它的步骤呢也不复杂，只是它的一个先后顺序上呢可能需要去留意一下，不然它会有点干涉啊。这个地方这个锁扣呢跟这里的话呢是可以扣在一起，我们先把它给打开之后，然后把这个内部的话呢，它有一块部件在这里，记得把它给挑出来。挑出来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以这个地方为转轴啊，做一个180度的翻转。如果你转这边不行，那我们就把它翻转另外一边，它一定有一侧呢是可以转动的。然后呢，这块部件的话呢，就存放在这里。这里的话呢，把它推过去之后往那一放，这样它就会卡住啊。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呢，你看推不进去，往侧边一格往内放，它就能卡住了啊。先把这个地方给弄好，这个车门这里呢可以先盖起来到这边。然后这个烟囱的话呢，把它给挑出来，然后呢把它给这个地方先打开好了，往内推到底。好，先到这边。那么这个其实顺序来讲的话呢，这最好的话呢还是我认为还是这个轮胎先变好了。
这个地方折进去之后啊，我们先把这个轮胎的部分，主要是这个轮胎它必须把它给翻出来，然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动作，把这个轮胎往上面转上去之后呢，转上去之后把这个部件啊，镜头拉高一点，这里这块部件要做一个翻转，在这边这个地方做一个翻转，翻转之后呢，这个轮胎要转出来到这边，然后再把它给推下来，抵住这个缺口，不是抵住啊，就是把它给放到这个缺口来啊，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到，这里以它推到不能推为止，到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它附近的几个地方先完成，也就是它的一个脚掌这一块部件翻出来到这里，这个斜肩啊尖刺往前翻，这块部件再往前翻，然后整个部件就可以这样整个可以推动推过来到这边，这一块部件往前推就可以了，它是金属部件，不用担心它损坏，到这边它就变成了它的脚掌，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脚掌基本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啊是一个弹簧部件，它是会有一点小干涉的。那这一块部件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凹，这是我们最后再扣。接下来我们变形这一块好了，这一块就是刚刚的这个车子的一个有烟囱的这一块，这里把它叠到这里，这里不是有个反折吗？把它折下来，折下来之后的话呢，到这边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轮胎从外侧放到内侧去，就是要穿过这一带，穿过这一带。那具体怎么做呢？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解锁开来，解锁开来到这边。好，这整个解锁了，这里有一个可以转过来到这边。好，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可以穿过这个地形，从这个地方穿过去。那就是我说为什么刚刚这里这个部件先不要扣的原因，因为我们还可以利用一点点塑胶的韧性让它穿过去。那这里的话，这一块部件也是一个弹簧部件，我们让它进到它的内部去啊，这样子卡下去啊。当然我用了一点塑胶韧性，但不管怎么样它确实是啊这样子做就过来了。那过来之后这边就简单了啊，在那边我是很不想把这个玩具拿起来，因为拿起来实在太重了。那顺着这几个地方它都有一个可以折的一个方向，就顺势的呢把它给扣进去，扣到内部去，把它给卡上。然后这是一个最后一个部件，就这个实在是太重了，根本就拿不是，真的很不想把它给拿起来耶，真的很不想把它给拿起来。那这个脚底板我们先调整一下啊，这是它的一个啊，这一块部件最后的卡扣呢是在这个地方，我还是不得不把它给拿出来啊。这个地方你看到这，它是有一个凸在这里，对应边这里有个洞，除了这里要扣进去之外的话呢，在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凸跟这里有一个洞，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好的，那最后的话呢，就是调整一下这一块部件，把它调整到一个应该是这个位置，没错吧，还是你要放这样，哎，应该是放这样，这个应该放哪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个就形成它的一个脚后跟，那就是它的一个脚的一个前肢。那最后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块部件，我们到最后的话呢再把它给扣上去。以及呢，注意了，看这个地方，这是它原本躺下来的一个样子。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先把这个转到外侧，再连同这个部分把它给转到那一侧，也就是呢转过来，把这个有这个假轮胎的部分呢转到正前方。那就是说呢，这一块部件会形成大腿的一个内侧到这边。好，然后这个裙甲喷出来了，先不管它啊，这个放下来，折进去之后，这一块部件呢往后面推过去就行了，先把它摆到后面。这一块部件结合部都在这里，这里是有一个凸，它要扣进侧边，这里有一个凹，这样子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往下放下来，那这里膝盖躲过这个部件，把它给扣上去。大腿的后方还有一处要处理，这里有个凸，
这里呢有一个缝，我们要把它给放进去。这个角的话呢，就是要弄出有一点点这个弯曲的一个样子，然后穿过这个部件把它穿过去，它这里的话呢就会卡住。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在车型的时候它是这样，变成人形的时候转个方向就行了啊。这个弹簧的话呢会辅助我们把这个造型呢变得更加的完美一点。另外一侧的话呢，我试着呢一镜的呢把它给变形，到位给让各位看一下好了。这个地方拉出来，这里旋转180度过去，后面到这里，这里推开来把它给卡住。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车门这里折一下，这里的话呢到时候还要再盖回去。然后这个烟囱缩短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松开好了，这个地方松开，这里给打开，这个部件给翻出来，这里解开来。这一片部件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往下翻，这里先往下打下来到这边。好，先到这里做一个预备吧啊。那我们再来把这里的话呢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转了，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腾出一点空间。这一块部件主要是这一个部件翻出来，把它给折一下啊。好，从这地方推开，把它给做一个翻折，翻出来之后呢，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翻一个方向，然后呢往下打到底，然后这个脚的话呢可以放一个位置到这里。那这个鞋子的脚的话是这个地方翻出来，这个刺针放下去啊，到这里，这里往前面斜靠一些。好，那么这一个轮胎就往前继续推到底，要补充这个位置。那我们这里呢有一根这个刚刚这个后照镜在这个位置不太好，我们把它给推出来好了，对，应该是推出来一点，这样好，到这边。那么这个腿的话呢暂时掰到这里啊，有一个形状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部分呢给翻过去啊，这里直接整个翻过来，直接翻过来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部件这里可以记得是可以解开啊，解开到这边，我们就要穿过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部件这样子，这里怎么穿不过去是吧？穿过去了。然后记得啊，把我们把这一片要翻到它的下面去。好了，应用塑胶韧性把它掰过去了，然后到这里了啊，我们就继续把它往后面推过来，然后这个地方推到这边，我们就准备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合。那这里的话呢，可以先把这些碍事的部件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弄开了，把它给准备做后面的一个结合。看到吗？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结合凸根，然后在这里，当然我们要先对一下它后面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是不是有调到一个定位，就调整一下啊，实在是太重了啊，真的是如果不是这么沉的话，其实它的变形也没有说很难。好，这个腿的话呢这一侧已经变得差不多，那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给转下来也没问题，这个裙甲先推开，这个大腿内侧转进来，这个部件就往下放了啊，这个部件记得翻出去，那往上折一下到这边。那这里还有一块部件，这是推到后面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给到这边往下包下来，这个地方记得转成这个角度到这边。好，我们就准备做一个结合了啊，这里下来，侧边卡扣在侧边，这里在侧边，这里看到吗？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我们把它给扣上。这个部件先这个脚要先稍微缩短一点啊，先穿过它，好，这个翻折过来，
哎，穿过去，然后脚再做一个有点类似 chicken leg 的一个感觉，好吧？那这个呢，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扣上，这个就是它的另外一侧的一个腿的一个变形了。哎，我补充说一下，它的这两侧后方这里，这里有一个卡扣，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就这个地方对好之后，这里要记得再把它给扣上。好的，我们的终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变形过程啊啊，其实也没有说变形非常的复杂了，主要还是镜头前面的展示的话呢，确实是会比较耗费我一点时间。那么它的一个人形的话呢，高度非常的高啊，应该有超过35公分吧。玩具也非常的沉，很重，而且如各位所见，它的眼部呢是有一个发光的效果的，身上这个犀利哥的披风装上去之后呢。霸气指数提升绝对不止一点点啊，但是这个布的造型呢，你要搭得好看的话呢，可能需要稍微去练习一下。人物的后方呢有附送一个枪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小装置啊，就是利用这个地方就可以扣在它后面有个洞。那么上方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把这个铁链呢扣在上面，就端看你个人的喜欢。那以武器来说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哎，这个地方是卡扣，这里要扣上去啊。那这个手的变形，我刚刚没有给各位示范啊。其实手的变形不用特别说，各位看造型，你觉得哪该扣上，你就把它扣上就可以了啊。那它的一个武器，以我来看，这个比例你不觉得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啊？确实是不够霸气啊。然后它的武器握法呢，就是它的一个掌中心这里是有一个洞的啊，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从这儿。将它给扣上，然后扣的时候的话就是这样，然后手指的话就换个方向了，因为武器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武器拿在手上感觉有那么一点奇怪。背在背上呢也是显小啊，但是我觉得好过拿在手上吧，至少让它背部的话呢多一个造型好了啊，我们就再次的把它放回背上去吧。那以我个人来说呢，我喜不喜欢这个玩具呢？我个人觉得目前它应该是最综合来讲应该是最好的变形金刚第三集的这个油罐车造型的 Megatron， 因为官方推出的 SS 那个实在是太过单薄了，这个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啊，我对它的抱怨已经到了我不得不说出这个品牌呢是做出来的，不是注册出来的啊。那以这一款的话呢，相较于 AAT 它的变形来说肯定是简单的非常的多，它的变形确实并不复杂了啊，只是玩具就是太大太重啊，展示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那以人形跟车型之间的转换，如果说你在手上变形，在那个舒适的一个环境下来掰的话，我相信应该是15分钟之内应该是能够把它变完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好了，我自己对它的细节来说只能勉勉强强给到60分吧啊。以电影系的玩具来说，虽然乍看之下它好像很饱满了，但实际上至少我觉得这个头的细节感觉是少了一点啊，这个感觉不像被打坏，好像是被铸坏的一样，个人觉得差了点意思。那眼部能发光的话有加分了啊。然后涂装来说，因为这个并非是最终版本，所以不知道最后的一个成果是怎么样，据说还有比较偏黄啊或者是更加旧化的各种版本。那我最喜欢还是他那个右手啊，这个造型我非常喜欢，而且这个细节的话呢，以右手来说我觉得做的是可以啊，在电影里头是非常显眼的一个造型。那么另外一只手的话呢，这是比较偏软的一个塑胶件，那损坏的可能应该是很低啊，这个韧性相当的 OK。那手的话呢有一个齿轮关节啊，这个听起来就舒服了，这个玩具的回馈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啊是相当不赖的。腰身也是可以转动，脚的踢的话呢局限性比较大，而这腿也是非常的粗，而且玩具非常的沉非常的重啊，这个只有鞋尖可以有一个脚踝接地的一个感觉。整体来说摆放起来的话呢，如果你愿意再添几笔涂装，或者说它的一个最终大货版本如果涂装还有再加强的话呢，还是很有看头，而且它确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变形的，我认为是不至于说非常困难的变形啊，算是蛮适中的。以第三方来说它真的是蛮适中，就是太大太重而已啊，不然的话难度真的不是很高。那综合来说虽然它不是很完美，但它应该是目前
市面上呢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应该是最综合平均分数应该是最高的变形金刚第三集的这个流浪在非洲草原上的 Megatron 的一个致敬这个造型的玩具了。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呢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